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就买它，下次要存10000，16万再回来。那今天。今天我们把剩下这个天蝎座解掉，然后就去做找那个制造那根针的工匠。有人看守啊，从旁边上去应该不会被发现吧？哎，新的地方，杰维圣波迭教堂榆树广场。这座教堂是以双胞胎殉道者杰维及波迭所命名。300年来，这座美丽的教堂总是面对着一棵巨大而古老的榆树。在中世纪时，债主们会在这里，会在这棵榆树的树荫下解决他们的债务问题。目前教堂的最初是在西元1494年从一座古罗马长方形教堂的遗址上建立而成，而在西元1616年增建了希腊罗马式的外观建装饰。即使不是热衷于宗教的伏尔泰也公开称赞这座教堂是像建筑杰作。在法国大革命时，巨大的榆树被砍断，因为当时人们更偏好自由之树，树干则用来制作炮架。现在这座教堂是生气勃勃的礼拜场地，由十分积极的修女们所管理。天蝎座的符号长得好复杂哦。在神圣双子的脚下，踩着正义之树，古老的树根，树根上竟是神之怒留下来的斑驳。那我觉得已经找到了，超快。下不去吗？太高了，下不去。别跑啊！跑去哪里？主教出生时的圣所，也是人生知识的堡垒。这座石造府邸的名字让人三思。石造府邸的名字让人相思。为什么刚刚会有惊叹号？
主教出生时的圣所。主教，或许还在这个范围内。这一栋好像是不能进去的。为什么开着？别闹了。我怎么去转？哎呀！啊，跑掉了！搞什么？嗯？地下室。有可能会藏在地下室吗？这个地下室我来过，应该不会。查查。第二盒他说在桑斯府邸，为什么？为什么？算豪宅吗？对。啊，桑斯大主教所建立。原来如此，是我忽略了。桑斯府邸的话，在哪儿？搞啥？我记得这个地方啊，可是它在哪里啊？
现在没有开启的区域，难怪我刚刚没有看到。居然过去。那是我刚开始从巴士底监狱逃出来的时候的区域，到现在那一区还没有去解。I said I want all the money you got. To my building. 不要怕嘛，我是叫你啊。可惜双重暗杀好像没有奖励。来看看有什么更详细的讯息。他基本上只有定明说是这个地点，至于在这个地点的哪里，好像要我自己找。啊，找到了，这座平凡更换。改名换姓的广场，曾经有一位君主在此意外损命，拱形物围住了树木，一位青铜骑士在此等候。一个广场，然后有骑士。我先顺手拿宝箱。之前我记得我也到过这个地方，最开始的时候。补一下。一个广场。哪一个广场？频繁换名字的广场。看资料库。频繁换名字的广场。这边是区域。一般吗？双场、大夏特雷、太子广场。感觉他没有说很常换名字，就换一次而已。看有没有其他的。好像没有，会不会是在我还没有探索过的地区？
好吧，偷看。在福日广场。啊，我还没有解到资料库，难怪资料库里面找不到。你们让开，帮我怎么射杀他？这样一直跑很困扰呢。好射！原来这些解谜，如果要自己解的话，一定要跑完地图，而且记忆力要很好，不然就是要做笔记，不然地点这么多，我的话是不太可能记得住的。到了啊！立刻看到铜马。福日广场，这个广场原由亨利四世命名为皇家广场，他并监督36个凉亭的设计。国王要求完美对称，每个凉亭都有四个拱廊和两排高高的窗户。几十年前，这个广场曾经是亨利二世在马上长矛比赛受到致命伤的地点。他并在附近的建筑物内过世。随着法国大革命的到来，人们不再能接受他有着皇家名称。在几次改名称之后，终于在1792年决定名称为福日广场，以彰显来拯救共和国的福日志工团。因为历史学家不愿特别强调是拯救哪个共和国，我会让你依照偏好从以下选择：奥地利共和国、火星共和国跟僵尸共和国。后面两个是哪招？红漫画，大丈夫。红漫画。那我的天蝎座应该就在这。你可以不要那么好动吗，亚诺？这里居然有个任务，奇怪，之前怎么没有看到？难道说俯瞰点不是万能的吗？还有一个帽徽在上面。对准。为什么对不到？就从这边爬。好久没有爬树了耶！大革命几乎都不爬树的。街头恶斗。The Chevalier de Young, master swordsman, diplomat, and sometimes spy.
Do not be confused by my attire. 他是男的耶。I simply prefer to clothe myself in female garb. 他胸部怎么来的？为什么他开始做的这么像？ It is a little confusing. You are an assassin. I'm hoping you can help me, but first, I'd like to ensure that you're the man for the job. There are several swordsmen who will test your acumen. Challenge each of them and draw first blood. And watch you don't step on my dress.迪安骑士，头一次在性别上有着重大历史争议的一位人物。这位骑士是他还是他？这位没有那么神秘的外交官竟然花了前49年扮演成男人，而后33年扮回女人。作为男人49年，仅33年作为女人，这如此鲜明的性别差异再次引战了。在这样一个风靡一时的装扮时代，安迪骑士卡尔伯蒙特一身轻盈的体态让他能反串的模样参加舞会。路易十五注意到他了，并了解到看似漂亮女人会比留着胡子的骠骑兵当好间谍的机会大得多。安迪以一件撑大的裙子、长波浪假发的造型，被派遣至俄罗斯出间谍任务。他在门边窃听并轻松偷走好几张文件的灵活性，使得国王以圣路易斯之令来彰显他的功绩。我一直向往着会有一位穿着撑大的裙子、戴着长波浪假发的间谍在门一旁监听。在1789年7月，巴士底狱事件爆发，他写信给法国国民会，请求让他回国带领训练女兵，但可惜的是没有任何回音。作为一名技巧高超的剑客，他经常在好友的介绍下与人决斗，然后让其他人以此下赌注，下案打赌说他们将无法打倒一个女人。后来被证实他们只是诈赌而已。我想要先去抓那个。哦，他不是会自己来哦，要我自己去打。很斗士们战斗，我要换拳头吗？他现在也不能换拳头，对不对？那应该是交谈自动吧。I'll serve as a second to both of you. Are you revolutionary bastards? 好像剑哦。Stop. A hit. Well fought. You are the victor. We have a champion.他流血流的真神秘。这边还有一个漏掉的宝箱。还是这些已经跨区了。好像有可能。有地方可以上去吗？有，我要被骗了，很好。那金色的嘞？金色的应该不会太刁难吧？哦，我找到康奈的装备了，耶、yeah!A duelist, are we? How amusing. This man will judge the hits. I have an appointment presently.
那你等一下约会去不成，你可能要赶去医院。事后看影片的时候才发现，我在开枪之前他就倒地了。不然我们再看一遍。没有料到我会拔枪吧，哈哈哈哈！看起来他为了约会不择手段啊。我来了，别跑！装个子弹。干嘛啦？我惹到你了。还好武器够快，不然我刚刚那一剑就吃到了。罪犯，我刚刚在空中跑了一步，哎，这么厉害。那要找我麻烦，我懒得跟他们打，直接找斗士吧。哎，拿长枪的。Oh, very well. I will oversee the contest. He who draws first blood wins. I could use a bit of practice.I'll sacrifice you, maggot! A hit! The challenger wins! I'm on! 我要把他杀了。他死了可以讲话。看能不能不要杀了下一个斗士，不然他有点可怜。他长得好像蓝色士兵哦。I accept your challenge, upstart. A duel it is. I shall be your second, Alphonse. 我有多嚣张啊！我只是说要决斗而已。I was first in my class at the School of Gentlemen Cadets. Indeed, he was, and well deserved. I will take the pain. Take that! I shall never yield. Stop. 他们居然想要围殴我！ You can't defeat Alphonse. 好贱哦！好贱哦！只好拿你来赚点数了，有不见的，我还想要不杀你，辜负我的好意。Mais que
se passe-t-il ? Eh ? Ça va là, tout va. Surprised? As a final test, you must match yourself against the best. I'll adjudicate. I am one of Europe's greatest swordsmen. Or swordswomen, for that matter. 来呀，谁怕你？Bravo! You have bested the best. You need bend your knee to no one, man or woman. 当然。那还漏拿一个宝箱，去拿一下。不过刚刚那个剑超强剑士的血好多，它虽然只有一颗星而已。哎，那我已经被这个宝箱骗几次了，讨厌！不要跑！站住！杀害德拉瑟尔阁下的武器就是法兰斯瓦·汤马斯·杰曼制造的，追踪他的位置并查明他扮演什么角色。